一人兑换500块。好，猪的人要怎么办？大海盗船。真的吗？你会不会怕？会。所以你要认真赢，知道吗？好，有信心。我一定会赢，我绝对不会去大海盗船。真的吗？那你要挑选那种很会出彩票的机器哦，知道吗？我要挑选那个龙珠的机器。你做龙珠？我们先去换代币。龙哥。
好厉害哦，我第一次看到一次夹两个。我们要怎么夹都夹不到。你好棒，超赞的。那我要来玩了。我们的目标呢是这个超级大奖1000张，这应该是一直累积的。然后就是如果派对时间的时候中那个红色，就会有超级大奖。龙珠，哎，我真的很会中龙珠哎。2、4、6、8，我有11颗龙珠。真的哦，所以还没有吗？真的哦，哎，所以没有，所以没有中超级大奖。哎，我刚转的那么辛苦，啊，好难过，我以为妈妈中一次啊，我以为他就有了，啊，好可惜哦。这是我的彩票，来，这是恩恩的，好了，我们已经玩完彩票了，很兴奋，但心不愿的玩完，我们要去结算了。好玩，这台。
台，是台吗？这边也是汤姆熊，只是楼上是投代币的，也是一样，很好玩。龙珠的比较好玩，很刺激吗？对对，好漂亮！那你看，好漂亮哦。我们看超高的，你看下面，这个就是中央公园。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刚刚玩海盗船的时候眼睛有打开吗？没有，我一直把眼睛闭着，然后放着爸爸。真的哦，所以你会怕吗？要不要再玩一次？下来跟我都要再玩一次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